笑，眼泪缓缓滑落。动摇的那一刻，遗忘了爱恨纠葛，宿命中你与我该怎么取舍？辗转着，寻觅着，相遇是一场风波，空欢喜到尽头，生与世搏，逃不掉，挣不脱，转世轮回缠绕着，冥冥之中，阴谋与猜测。这星辰闪烁，缓缓坠落，无处感觉责，无处感觉不敢触摸你的眼落，有多少落魄，幸福你的轮廓，恋恋不舍，要如何抉择，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个死活。放血更疼，干什么？啊！咬人了，咬人了！苏浅浅是苏浅浅，他爹是他爹。我再警告你最后一回，以后要让我看到你们再欺负他，我抽死你们！我答应你，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更大、更好的惊喜。不见不散。傻瓜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能哭，会不吉利的。姑娘，
事已至此，你为何还要来？我来祭拜天。你没有资格再这样叫他。我来祭拜祁门主。你不配。元宝，这样你可以好受些。和薛寒玉，不是说过会生生世世守护，生生世世爱我的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是你啊？爹，赵云，快杀了我！今夜之事，万万不能告诉元宝。他若知道自己犯下如此罪行，他一定不会安宁的。那就由你来结束这一切。
让我解脱吧。小姐，亲手为爹报仇，你会不会好受一些？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师妹啊！天师兄，
何事？苏姑娘病重，两日未起，刚刚郎中来过，说是怕是时间不长了呀。我知道，你先去忙吧。是。浅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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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睡了，走，跟我一起出去玩。愣着干什么？走，我带你去玩。丑八怪，来追我！你说谁呢？哎，别跑！你快别跑！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！哎，有你啊！哎呀，干嘛？哎，给我站住！我，你是猴子吗你？你追不到我的，来来。
玄宝，是你杀了我们殿下。你可知道，殿下为了帮你娶婆娑夜都经历过什么？你不会天真的以为，殿下遭受的仅仅只是穿心灭魂剑吧？他可是因为你，经历了烧魂灼魄的天雷地火，妖精灼骨的八爪妖物，吸血啃髓的翻魂池，在里面足足丢了八条命。 殿下还担心你会为此愧疚难安，所以从来都瞒着你。可是你呢？你拿什么回报他的？你说，长月为我丢了八条命，我一直很好奇，我们殿下为何突然要杀齐门主？难道你不好奇吗？ 我不想知道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对我这么残忍。这里残留着殿下的最后一缕魂，也留着你们俩最后的真相。 可是对您不公平，只要能护住元宝和天下太平，我死不足惜。是我害死了他们。只有这只朴实无华的簪子，才配得上我女儿。 现在就回家，姑父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元宝，我教你一个可以报仇的方法。
莫无奈天网，命之所幸；莫归碎裂，天无边也道消身亡。留不住我最爱的人，只有爱死了他。元鹏，你报仇了。元鹏，齐元鹏，灵子乃圣灵转世，修闭口禅的，无情无欲，在他们20岁的时候，要献祭于天以救苍生。那灵子今年不就20岁吗？那岂不是很快就要献祭祭天？林子，林子，你天天只吃青菜豆腐，不会吃腻吗？林子，林子，刚才你洗澡的时候为何不让我进去啊？叶初，住嘴。暂时还不能回去。为何啊？我爱上一个人，可是他还没有爱上我。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，而且爱我爱得要死。林子，如果岁月山没了呢？是不是献祭阵法也没了？那我就去撞破这岁月山。我看着星辰闪烁，缓缓坠落，无处感觉责，无处感觉负，都没有你爱过我，有多少落魄，幸福你的轮廓，恋恋不舍，要如何抉择，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格。闪烁，缓缓坠落，无处感觉。
抉择，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格？似乎看着星辰闪烁，缓缓坠落。是殿下。无处敢抉择，无处敢抉择，不敢触摸你的眼波，有多少落魄？成了今生有缘。